新北卫生局在每年过年前夕都会出动 X 光巡回车，让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做简单的健检，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，十分的便民。远远的就可以看到有一台 X 光巡回车，新北卫生局每年过年的前夕都会出动巡回车，让符合资格的民众能够在简短的时间检查身体，维护健康。很好啊，因为一些老人家他们有时候都要去医院做检查，都要小孩子带或是怎样。那如果说能趁这个机会做一个 X 光的检查，然后也能了解这个他身体的状况。而且现在之前有武汉肺炎，那个新冠肺炎，然后一些肺部都有受感染受伤，然后能来这个做一个了解。车内就有专业的放射师协助检查，民众也不用花费许多时间，十分便民。它很方便啊，它上去外套拖着，然后没有人排队的话就很快啊，几秒钟就好了。哎呀，因为平常上班都比较忙碌嘛，对吧？偶尔做个健康检查，让自己轻松一下也可以啊，对啊。为了民众的健康，现在许多健检都有巡回车深入社区。民众都可以上卫生局官网或是各区的卫生所做了解。记者陈志勇、林家珍三重采访报道。